小朋友们，今天来玩小猪佩奇的折纸玩具。先来拼红色的小汽车，把纸板拆下来。OK。这是猪爸爸。这是猪妈妈。开始拼装喽，把汽车底盘装好。盘装好了 ，OK。再装上驾驶台，好了。哇哦！还有前排座椅 ，OK。后排座椅，后排靠背。再把另一半车壳拼上 ，OK。红色小汽车拼装完成。佩奇上车，乔治上车，猪爸爸来开车，出发去兜风喽。再来拼装轮船，把纸板拆下来。OK。这是猪爷爷，这是猪奶奶。先把轮船的底部拼上。OK。好了，再把船板拼好。OK。拼好啦，把另一边的轮船壳也拼好。OK。拼装完毕。上驾驶台 ，OK。方向盘，还有船舵，轮船已经准备好了。Cool。猪爷爷来开船。猪奶奶上船，佩奇也上船，出海去玩喽。OK。